谢。啊，所以我好饿。啊？我好饿啦。哦。所以我们那头全都买够嘛，直接煮菜。哎，干喝。今日咧美食天地再度邀请到咱阿娘西咧，要来为观众朋友咧推荐着好食料理。那么今日要上什么菜呢？上汤鸡翅、鸡丝、鱼翅。啊，听咧我巴肚鬼拢枵。因为我上爱食吼，就是汤汤水水。因为咱这无透无乌白头，纯粹是鸡肉咧滚的汤，啊，加予观众朋友讲，你等厝。买在这像上等级的，那这样就是在，比如这是大菜喽，那是大菜。对，蛋姐，我家替您好好品尝一下。好，来怎么做呢？那首先先用鸡胸肉来滚汤。加鸡胸就好了吗？对啊。人之前我讲爱用什么金华火腿，冲下冲下。咱鸡胸肉加姜。豆姜呢？哈 ，OK， 先控过的汤头啦哈。咱先来夹起来。好。啊，这个汤头安尼就好啊。我用这个汤头落去控，啊，这爱用个用这个是用这个就好。冇用这个。用迄个直接煮哦。嘿。好水哦。啊，银芽。银芽就是亮头亮尾的豆芽菜。OK。好，然后是咱的鱼翅。好。新鲜的鱼翅。好。啊，香菜。香菜安尼就好。啊，再来。红醋。红醋。嗯，浙江红醋。哦，对对对，这个外公这袂使无吼。当然要带来吃。OK。哦，好高级哦。啊，这刚才上锅，上锅，好，上锅，走起来哈，开会啊，开火，对，啊，今麦使来开杠，开杠，哎呀，你看这、啊、开始做工，做遐好的鱼翅用开杠方式，哎、欸，真的，哦，咱今麦开始练习，棒，哎、欸，我跟你讲讲代志，啥代志？因为我今仔这鸡皮要被滴对吧？嘿，我吃好不好？好，哎、欸，咱那种味啊，哦，很有味啊，它鸡皮好好吃哦，对啊。Oh my god！ 因为纯粹是加米酒、加姜、啊淋点仔盐。上次我就跟他搞，你们要知道我有多饿。哎、欸，我中午你要回娘家电话，我无食饭哎。我看你形象遐好。你刚才我昨可以在骨头的时阵，你唔知我加分嘞。哦。咱会娶这新妇有遐休息袂呢？大家嘛，遐骨头拢单调。大家买个有啊，这。啊，这新妇赚钱。证明我算滚了袂歹食啊。嗯。哎，这足赞的呢。哦。内底阁有咸鲜。对啊，有啊。啊，这肉骨咸鲜。嗯。你也知看我讲外公，很贵啊。惨啊，人迄牙牙还用咧吞烂。我好烦。肉骨筋。啊、我现在看过是在送下面老师。啊，你意思是说，这袂这吼爱用较细的就对啦。哦，你咧掠囝死较紧，你较早袂过鸡肉饭哦。我唔是袂过鸡肉饭啦。啊，不过你看下这个动作，就是人甲头家讲。这就是咧甲囡仔念鱼啊，你会晓无？这就是做一个妈妈，做一个阿妈，阿妈拢爱甲囡仔拣鱼啊，有无？啊，是毋是迄真好鱼啊？要甲用咧饭内底，啊，甲拆丝。我即马甲做。现在做阿静而已，阿伯还没做呢。公妈还没啦，妈还没做公的呢，不怪哦，这样没感觉啦。对啊，咱现在念的是胡椒盐。嗯。哦，稍微提鲜一下。提鲜。对。现在要淋什么？现在要淋什么？现在要淋什么？太白粉。好。哦，增加它的椰黏度。鸡啊，然后吼，放开迄个汤头的甜，嘿，迄个香。对，所以咱就吼，唔通买迄个无好的鸡啊。但是煮的人也关系啊。嗯，安尼吼。嘿，你要煮的时阵边啊，搁徛一个像你有这种、個，你这种、個、这么专业、这么美丽的小姐、啊。嘿，这种极速的人。谢谢。你正好恭维哈，你怎么现在如果讲北菜哈？哪里菜？因为你会讲谎话了啦，你像啦，就像你同学，帮阿耀找到等个找到等你啊。所以讲，我感觉讲哦，一个无看，那感觉半单无看，两个无看。啊，我们现在都在脸书都可以看到啦。但是你脸书太老给你啊。哪有？啊，我来按赞啊，是来留言哦，我好像是茫茫之中一个小沙子。哦，没有，你的吨位很大，我都看到老师，我会先回你的。然后你每次都去社交一下说。哦，世界鱼啊，你怎么没有叫我？哈、哦，对啊，我拢感觉讲，我都在注意你的动态。弄去世界鱼啊，老了不是老想跟我赶快弄。哎、欸，你都没有叫我吗？哎、欸，阿黑的意思讲，我世界鱼啊无注重你，你人偏心。世界鱼啊，我拢会看伊的空空的。我看伊做无用的。
做无用的吼、哎呦，人家你刚看卖这鸡丝落去的这东西，哎呦，啊，这个空间的鸡多多啊，难安尼多啊好。搁互伊较，搁较唔免遐苦。因为等下去饲，伊个料会出水。啊，你难安尼只大鼎呢？你敢会啊？敢会炸伤细个？啊，因为吼，咱唔惊人吃吼，但是咱的动机就是讲，这碗嘛是安尼尔，我都煮甲遮济啊。对啊，因为这摊鸡，我跟你讲，所以吼，我讲摊鸡最好摊，你知道？对啊，咱唔得导游做一个食品。哎呦，水呢！你会晓让阮学导游一只。家己色泽调个。哦，水。这是第一个调法。来到那个五星级的中饭，不要量太多，来塞你两米种迄个较淡的迄个淡酱油就好了。安尼咱就完成了，这样。安尼就好啊。那有糖粿，较顶下咱就当个呈现了。真的假的？就糖就好了。对啊，你若要较济，你爱较加一寡，比如讲银牙，吼、哦。啊，伊唔免放你内底哦。当要甲放落啊，好滚就要放落。啊，你银牙要创啊？营养，你要吃的当中吼，咱会使加营养去。哦。看，啊，这么吃落去。你看，这碗，这碗的。好，我可以喝一下七家汤头。我看你安尼咸咸会使哟。会啦，真正会使的。哎，阿星，那位老师，七汤头。真甜。你伤甜啦，所以我就爱心啊，甲卡一挂起来。因为咱煮开是安尼，啊，等下咱要甲呈现的较好势，真正好个。米安呢？我们亲爱的、伟大的阿良塞，在此时此刻，我一定要跟你讲一句话 ：I love you。我等下等下，我等下等下塞卡冰卡嘞，买几个收落去。阿娘话我够好食，我就抓，好好喝哦。因为伊这鸡胸肉散发出来油香哦，哎，滚开汤够清哦。我拢阿未食到鱼翅，我就跟你讲，我会当讲 I love you 啊呢。你知无、啊？你看这個、起来，伊饲咩咩，所以讲吼、哦，伊饲爱食啥物，食着饲，即马完成了啦。咱第四季观众朋友这样子吼、哦，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再加银耳，哦啊，然后再加香菜跟南洋葱，看你怎么调配，真的很棒。哦，咱观众朋友其实足简单，五千几块。对啊。南宫哦，刚哦，今天不管疯狂都可以带我们下次期待我们的阿勇塞再来准备我们五星级的料理，下次见，拜拜。